我来了。对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我脾气也不是很好。您各位花钱买票到这儿来是看他们俩挤兑我来了？是。这秤砣，能响。咣当当。你看看。比如说，这五队现在，比如说在长春呢，回来以后咱在北京，跟我给您打个电话，到五队，您能不是给弟弟演一场？要这嘴就别演了。用这几年的时间，有自己的风格，很不容易，挺难的。尤其来说，捧哏演员想在台上让观众认可，更难，但咱承认。但确实，人家张小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，是吧？有自个儿的风格了，还真是让人认可了呀。他有什么风格？他的风格什么？都是建立在我在台上装傻的情况下。我说实话，我看过视频啊，我还真是觉得张小白他是有文化。对，哎，我都学到了，青菜里踢棚，你还来自于，对不对？这好歹你说，我连。没有必要，你甭问，你穿一窗帘出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我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没完没了的，一句一句的。你不是你穿沙发套上罗云平说的时候、啊。我天天每天早上起来五点，我上护城河喊嗓子去，我就为了台上我撅他一回。每天三里屯下班十一点，到家一点半。还得吃口东西呢。那你赶紧出来呀、啊！还得洗白白擦香香的。我都想起你嫂子生孩子边上那时候难产的事儿。你是要走是吧？我走，你们俩演呀、啊！你们俩演，我走你们。干嘛？
脱了，您云字的，您给打个样好不好？你别让我动手，你自己在这儿给我脱。废话，一会儿我马褂现场能把内裤能行吗？不是哥，我给您打着点，您送我来点。你也是，怎么了？你说这你让网友数了我一顿，你给人家一个一次性的内裤就给人家呗，三两块钱在那儿。谁告诉你他认为是一次性的？你以为我刚才为什么站桌子里头呢？为什么呀？你知道我现在多馊的慌吗？你知道吗？